这家伙是怎么回事？看起来和主控舱端的不一样。嘶嘶，黑塔女士，开启舱端。嘶嘶，用以接待异界物种，银河访客。高危警戒区域。嘶嘶，服务人员，无机生命。嘶嘶，已授权给阮梅女士。黑塔女士，都行，她开心就好。嘶嘶，一级保密区域。嘶嘶，各类贵宾。嘶嘶，可能有危险人士。嘶嘶，黑塔女士的危险奇物收容。嘶嘶，阮梅女士的生命培育。嘶嘶，接待。嘶嘶，访客，请问需要查询什么？炒冷饭。嘶嘶，炒热饭。嘶嘶，接待。嘶嘶，访客，请问有何需求？结论，无法进入。嘶嘶，概率50%，仍有路径可以查询。判断，寻路需求。嘶嘶，建议前往地下寻找培育路径记录。嘶嘶，不错不错。相位灵火的火种很有趣，可惜研究还未完成，它就消失不见了。我开启了新的尝试。这次的两个样本生长状态良好，我在概念中加入了个人的口味喜好，我不确定这么做的结果。他们同时拥有两种情绪体征：可爱、软弱、敏感、爱哭、凶悍、教唆、霸道、自信。有趣的是，他们也拥有一种倾向，思念自己的造物主，对其产生如同天然存在的，因而对母亲、生命、对食物、人与人的奇怪的情感。啊，门外有动静。这就是阮梅口中的大麻烦，只是换了一种口味吗？
完美认可的作品。负能量太多，不喜欢负能量。软妹，为什么我是失败的？什么声音？喵、啊、跟着我吧，没事的，得找个地方安置这小家伙。刚才的声音似乎就在附近，是从锁住的房间传来的、啊、怎么进去呢？急如律令，凉快凉快。冰雪终成此志，永不终结。冰歌无情，一心同归，斩无赦。凶神恶鬼，有老子足矣。雷霆在此，不过如此。永不终结。冰歌无情，斩无赦。
击。雷霆在此。兵戈无情，畜生恶鬼，有老子足矣！斩，无赦！竟然有这么一大群，你也在这儿，看来这里就是单向通道的另一头。阿查在机械城中的最后岁月给予了我启发，如他那般长寿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。现在我可以确定，本次培育结果为不合格。生命的形式成千上万，也因此证明形式本身并无意义。这些生命在各自的概念上走得十分遥远，甚至能引发通感的连锁反应，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。我开始迷茫了，生命的本质这一提问是否原本就没有答案？赞达尔，你也曾这样迷茫且绝望过吗？示意我去更前方吗？生命五光十色，我坚信如此。它的绚丽如乱花迷眼，而我要从中采撷永不枯萎的那一枝。事物的规律总是外表庞杂动人，内在却简单质朴。万物归因，一行公式可解众生迷茫。自懂事起，我就乐于观察微观生物的生命痕迹，譬如年均吞噬物体的速率。我也将宏观的世界尽收眼底，研习宇宙至今的发展进程，都很简单。我要弄清的是生命的本质，每一个体都拥有却不自知的事物，无论是存在的物质性，还是超出物质之外的不可知物。为避免对科学产生盲从，我谨慎提出质疑，软媒能否如坐标轴般剥去外界纷扰，探明生命最本源也最美丽的存在形式。我想到有一种生命形式足以令我承认其不可捉摸，那就是如此。灵符，灵符！
雷霆在此，斩！无赦！不过如此。铸成此制，永不终结。啊，战事如棋，局局新啊。听起来很适合他，在这里待一会儿吧。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开了。美女士可使用，请出示凭证，嘶嘶。鉴定通过，嘶嘶。选择以下服务：一、历史培育记录查询；二、无机生命陪伴谈话服务。该功能已损坏，嘶嘶。这是。我想到有一种生命形式，足以令我承认其不可捉摸，那就是令史。令史为何物，我不得甚解。学者将其视作星神力量的代性，那么是从何时开始，又是在哪一点上，它变得比其他生命都更接近星神。起初我试图培育一位天才，但我失败了，此题尚不可解，还有漫长的路要探索。但宇宙间的命途并非只有智识一条，如果抛却理性，在其他路径上是否存在更原始也更纯粹的令史？当然存在。塔伊兹玉罗斯，通过模拟宇宙，我得以窥见环宇皇在的始末，攫取虫皇及其子嗣的数据，复制培育，从而开辟全新的研究分支。很合理的判断，我一定会成功。由我还原出的他将绽放前所未有的生命。维塔和罗斯姑母会喜欢这个实验吗？应该不会，所以在他们察觉前，我得加快动作，并寻找一位合适的助手。鉴定通过，嘶嘶。选择以下服务：一、访客记录查询；二、培养皿入口开启。阮梅女士，嘶嘶。异界物种，嘶嘶。石膏头男人，嘶嘶。好像比之前多了什么。权限开启，嘶嘶。是楼上传来的声音。明珠蒙尘。
如此。属神恶鬼，有老子足矣。斩！无赦！保命保命！冰雪铸成此制，永不终结。冰戈无情。雷霆在此，斩！无赦！走！兵戈无情。战事如棋，局局新啊。天才的一步棋，你该如何破解？只有白痴才会问这种问题。只要下在这里。你看起来很苦恼，遇到麻烦了？既然如此，自己想办法吧。愣着做什么？你时间很多吗？我看不像。坐电梯下去，你要找的东西就在那里。提问之前不如先想一想，答案是否对你要解决的问题有益。如果没有，最好别问。显然你我的时间都很宝贵。算了，就当做个示范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也知道你在为软妹办事。我本是空间站的访客，误入此地，目睹了他的实验。我的目的大抵和你相同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便不会干涉。可如果你失败，我就会强硬介入，阻止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你知道这些就够了。一共两句话，非常高效的沟通。因为我见不得蠢材，当然他们也不想见我。真正的软媒造物就藏在下方的巨型培养皿中。走吧，顺着这趟电梯静静见证天才的杰作。
空间站还有这么开阔的地方。又在。给各位鼓劲了，一心同归。该出击。斩！无赦！你们不要！畜生恶鬼，有老子足矣！呀，看！雷霆在此。正义已至，兵戈无情，又要拖后腿了。灵狐，我以冷道之名，冰雪铸成此制，永不终结。做好觉悟吧。客人岂能不招待？师父我待。日星同归。该出奇门。斩！无赦！雷霆在此！快来救救！不过如此，又要拖后腿了。走！我以冷道之名，冰雪铸成此制，永不终结。兵戈无情，奇珍万千，给各位鼓励。一心同归，该出奇兵。斩！无赦！随我冲阵，雷霆在此。剑阵会被他毁掉的。正义已至，客人岂能不招待？我以
以冷道之名，冰雪铸成此制，永不终结。师父我待。民歌无情，做好觉悟吧。咱们还是就以奇珍万千给各位鼓劲了，一心同归。该出斩，无赦。之名，冰雪铸成此制，永不终结。小伤而已。就以奇珍万千，给个一心同归。该出斩，无赦。以和为贵，林哥无情，我怕。别走，走。做好觉悟吧。又要拖后腿了。随我冲阵，我以冷道之名，冰雪铸成此制，永不终结。雷霆在此，正义已至。客人岂能不招待？就以奇珍万千给各位鼓劲了，一心同归。该出奇兵，斩，无赦。不过如此。我怕。别走。凶神恶鬼，有老子足矣。不过如此。我以冷道之名，冰雪铸成此制，永不终结。不过如此。不过如此，师父我待。林哥无情，就以奇珍万千给各位一心同归。该出奇斩，无赦。做好觉悟吧。我以冷道之名，冰雪铸成此制，永不终结。雷霆在此。咱们还是以和为贵。又要拖后腿了。走。
随我冲阵，兵戈无情。该出怎么斩？无赦！维持自身的存在，彻底湮灭，仿佛从未诞生过。哼，威胁已排除，不必留在这里了。这算结束了吗？必须得回去找阮妹问个明白。他们的会议结束了，关于模拟宇宙的未来结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那边。看样子你生气了对吧？对不起，我没什么可辩解的。时至今日，我的实验失败了无数次，结局也总在预料之内。我创造了一个复制体，但它和那位令使的距离终究遥不可及。我该怎么向你解释呢？我不擅长与人交流，受困于时间和场地，他的生命编组只能算半成品。我复现出他诞育的瞬间，但很快他就会化作粒子消散。和所有的生命形式一样，在走向终点的过程中逐渐迎来结局，我并不排斥这点，但短暂的一生也应有意义。我想知道他能做到些什么，这代表了我在未理解的领域中走出了多远。啊，微不足道的一步，和预想中一样的答案。我没有除研究以外的生活，人们总认为这样的代价超乎想象，但对于我，它似乎可以接受。事实上，我并不喜欢一切总如我规划的那样进行，没有变数的实验是乏味的。也因此，我很高兴，在这个几乎都是如期到来的故事中，还是有着意外之喜。我必须承认，在过程中诞生的这些小家伙，他们有时令人动容。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一种类人反应，是与神性截然相反的概念。他们具有感情。感情的表征可能是积极，也可能是消极，但其中植根心底的爱是永恒不变的东西。他们离天才尚有距离，因而无法分辨这种爱是友情、爱情还是亲情。可天才就能将其分辨吗？至少我做不到。我不理解爱为何物，也无从回应他们的感情。在你眼里，我做错了吗？不用将答案告诉我，我只是有感而发。该如何照顾他们？留在空间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我这样很不负责吧？抱歉。对于自己的造物，
我常常不知如何面对。反吐真剂的药效也将过去，日后若有人提起我，你随意便是，或者说不曾相识也好，反正我们之间的记忆很快也会如烟雾一样消散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因一些不愿提起的往事，我很难信任自己之外的人。如果不希望秘密泄露，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将其销毁。反吐真剂的伪掉会让你忘记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一小段时光，它不会立即生效，而是一个缓慢朦胧的过程，就像荷叶、梅花、糯米还有糖霜的清香。你或许会想起有人在空间站做了任性的实验，但不会再记得是谁。也许有一天我们又重新相遇，但你不会再把我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。这样，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牵绊就会被抹去，友情、秘密、纠葛、欺骗都会一同烟消云散。这样会让我们更加轻松。我相信罗斯姑母还会继续留在空间站一段时间，她和黑塔还有问题没有解决。我很快就要走了，但不会特意跟大家道别。还记得我提过的无人之地吗？等研究告一段落，在间歇的休息时间，我打算再一个人去看看。偶尔我会想念于青图，每逢告别，他总会给我调制一些好喝的饮品。希望不要遇到波尔卡卡卡木，不然可能会很麻烦。不知道下一次天才聚会是什么时候？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答应你，我的助手先生。如果有机会，如果你愿意，等再次相识后，我们可以一同去无人之地，航行于平静的冰川上。但那样的话，他对我们二人就都不是无人之地了。真是一道难题啊。